谢和弦单膝下跪，求婚般的姿势，对象却是小月齐景月，而非莉亚这个当时的女友。这张一年多前的照片，在阿寇闹出婚变后，又被考古学家挖了出来。当时阿寇去听小月的个人演唱会，在台下拍照还不够，又冲到台前下跪合影。虽然手指爱心被小月的手机挡住，但不妨碍他在脸书发文炫耀，直说是谢花谢女神手指触电了。这种我说出来会被告性骚扰的话，被怀疑是把莉亚当成塑胶公然劈腿。不过他们三个都大方回应，阿寇说照片是莉亚笑着拍的，莉亚就是我梦寐以求会帮忙追女神的那种人。小月子在下面留言感谢他，莉亚也回复说想找小月当她的 MV 女主角，一团和气的对话，如今看来格外讽刺。